BMW 的那个燃油管尺寸记录，八乘十三，八应该是内径，外看也是十三。哦，这节哦，最重要的是咧整理这眼影、麦兜边这个部分。哦，这，哎呀，也料好，哎，也料好咧。啊，无要紧啦，料好不见了就算了。伊迄原底有一个纽扣有料好讲，无要紧，咱知影就好了。我们就是一样的，这样把它记录好。哦 ，BMW 的那个燃油管，哦，加，哦，八乘十三的啊，伊这个吼、哦，为什么伊一条杆袂啊一千，你唔知？第一品牌，第二来对这面色较白啦。啊，但是吼、哦，我个人觉得这个后期买的原厂比那个还烂，那个比较好。哦，还有差，蓝标的，奇怪，我按底迄个标号无，看到加小加小呢。那这个水管接头这唔明，算了算了，伤古毛了，歹笑。十三应该是外口了，对啦，哦，外面十三了，大概了，哦啊，内底0.8了。0.7 0.8 然后大概哦对没错，白用学生不够巧哦，这个 DIY 必备哦，这一条1000元的水蛇真的这个要值得购买，要不然你拆第二次你会拆得烂脚脸哦。好。